今天我们来玩我是大人。我是老师，我在学校里给小朋友们上课。下课以后，我也会跟小朋友们去外面玩。你们看，我是不是很好玩？我是明星，你们每天可以在电视里看到我哦。今天我们要玩我是大人，你们怎么不是大人？我们马上会是大人，我们以后可以帮大家。我们来看看书上怎么说吧。这个要放在哪里？这里吗？不对，你要放在上面，我来帮你吧。你说我们的好看吗？大家会不会喜欢？很好看，大家会喜欢的。怎么这么大？我怎么看不到前面了？谁能帮帮我？你看上去很好玩，可是你不会走，怎么帮我们？